社会王。我想买买份枪，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王，我想整点。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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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是啊，咋的呀？啊，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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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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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妈打！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不敢接不敢接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安上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街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！别冲动，班长，我还有一万，我只有一万。喂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与你纠缠不休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多余的故事。